欢迎大家收看《乔林日志》。哎，咖喱火锅，这个有素的吧？有素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是纯素。噔噔噔。哎，没有人带位哦，还是他还没开始。坐这边好了，耶！小 CK， 什么小 CK？哦，好，我忘记他了，我忘记他了，很厉害耶。哦，上次那个包真的是好了，我们今天来吃泰国里火锅。泰国里火锅它的锅底是长这样子，然后有小锅小鸳鸯锅这样子，然后我们今天是点两个小锅，我们觉得两个小锅的价钱会比较划算。那如果是鸳鸯锅两个口味的话，价钱是加这两个，假设你要这两个的话是7块钱加6.5块，那如果你是两个小锅的话就是3.3然后3.5这样子，然后汤底都可以再加。然后我们今天有半价券，然后就是所有阿拉嘎单点的东西都可以半价哦。嗯，然后这也可以就是吃素，对，你可以点一些素食的东西，锅边素啊，不是说完全素咯。对，就给大家参考。好，给他们看一下，他们有几个名字很好笑。这个，这叫海鲜丸棒棒糖，然后还有这个青口排排座，就是 mussel， 我们台湾叫孔雀蛤，还有不会武功的大虾。堂主们海鲜拼盘，这几个都很好笑，还有古泰里开心农场，对，这几个名字都取得很好笑。好的，我们的饮料来了，这两个一瓶是3块钱，可是这个是不冰的，对，我们是不冰的。这个是白桃乌龙，水蜜桃乌龙，那这个是就是乌龙茶。好像在超市卖有3块钱哦，不到3块钱哦，可是餐厅卖3块钱比较贵。那个是糖哦，还是盐？这是什么？五星粉。OK， 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泰国里的餐具，然后它的碗上面有写泰国里，然后盘子也有，然后它的筷子是定制的筷子，然后汤匙反而没有写字，对，这样。鸡汤是我的。耶，这我的药膳鸡来了，然后这是胶原大骨汤，两个都有红枣跟枸杞，还有葱。然后我们现在开火了，它的开火在每个人的位置下面，对，每个人可以自己按大火小火这样子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点的酱，我点的是胡麻酱加青葱，然后这个是香菜。好，等一下就用这个酱来沾我的火锅料，尝一下味道。赞赞赞。只能按到5啊，对，那一台可能按到5，还是他点餐的那台不行，5已经很大了，他这个5的他都没滚。
它的骨一滚了会比这个还要强。它的那一排啊，这个是什么？水芹菜。哦，好。都不开心。那那个嘞，你有点那个海鲜丸棒棒糖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亲口排排坐，长这个样子，很好笑哦。一二三四五个这样。然后墨鱼仔，墨鱼仔是哪一个？这个是墨鱼仔。啊 ，OK。我们没有点那个糖煮丸海鲜拼盘，没有点。没有。没有，就这样。我们先点这样，这是我们第一 round。你的手就我做。好，这个是不会武功的大虾，因为他不会武功，所以我们帮他练铁砂掌。他马上就红。然后这个是墨鱼，它是冷冻的哦，所以是有点冷冻的感觉。呀呵，量体重要早上量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是我们单点的拌饭，这油菜、木耳，然后这个是土豆片，我们叫马铃薯，然后这个是一拌饭的花椰菜，这是拌饭莲藕。好啦，我们都放进去了。对，排排坐被我丢进去一个，现在等它煮。然后它这个呢，开心农场呢有蟹肉棒进去，充当红色的东西。啊，它应该放红萝卜，可是它没有放。好啦，就这样，我们等滚熟了之后开吃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彩色芝士年糕啊，白色的跳楼了，跳海。它煮过跟没煮过差这么多，变胖了，变超多。好，我现在把它一个一个吃掉。Okay, 我们现在吃完了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用餐环境。现在中午时段过了，这个用餐环境长这个样子。OK， 然后这边是。以前 virus 前，大家可以夹那个酱料区的地方，然后现在会变成就是小餐车的餐边服务，这样很赞哦。这边灯很明亮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游乐区，有带小朋友的客人。然后小朋友可以在这边玩，然后这边你的汤都可以加，然后加汤是加排骨汤或者是鸡的汤，对，不管你点番茄锅、药膳锅还是什么锅，它加汤就只有一个加排骨，要不然就鸡汤。那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